说我们现在我们帮祖先修功德，我们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，我们得到最大的帮助。那我们有功德了，有佛法的力量之后，霉运就没有了，我们就改变了命运。九九流浪的河口，让你心中充满爱，不让生命受苦，珍爱一切生命，生命天使与你共同救护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。向经兼要集注，和尚慈悲，诸位比丘大德沙弥净人，大家早安。请看着集注的课本73页第二行，又荒等经，花聚菩萨云：忤逆示众，我亦能救。